头顶不舒服啊，头顶不舒服啊，还是看得不见警察。很高很高啊，高手过瘾呐、啊。头顶为什么是高高？是那个在云上，头伸到云里边了啊。因为要靠看得远嘛啊，所以他是看得很高高啊。在云上，哎，奇怪了，他在云上的话，他是把伸过去把云撩开一点啊，撩开一点啊。撩开一点，撩开一点的，这样就可以看得见那整个长江沿岸的情况。看到水位够高够低呢，来个调节。主要是出去呢够高，低的话一般来说，就不用处理，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啊。当然异常的低的时候，它会也会处理一下啊。主要是注意高，怕一错那个岸啊，是这个情况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